每天的环境有多惨。我不吃怎么样？已经这么不择手段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。我吃不动了怎么办？听到了吗？我每天的环境有多惨。我得吃火锅。骗你。好的，加油，你嘴都撑了。工资跟你保证真的不吃火锅呢？是为了拍点东西，已经这么不择手段。你卖什么不自然？是把你的自己减肥，减肥。哎，七点半起床是不是？对啊，七点半起床啊，是正常的呀。你今天去啊？先早上半点早上。妆也不用去啊，你在这里去。明天补个妆哈。开什么玩笑呢？1:50，啊。七点要起床。不饿。真不吃，我真不吃，我真不吃。你炖了，你炖了，我是吃上了是吧？来，三二一，咔咔咔。